现在我们要解说的是52页的这个题目啊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题目啊，不同视角的判读哈。好，现在联考出题很比较喜欢出这种题目哈。好，像这种我们在判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时候在看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理解哈。我们也可以先这样子，先把前。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，先来判断，啊，所以一样，我们先来判断前视图好了，啊，这老师格子都已经算好了，哈，这判读的部分，不难，所以老师先把它算好。这一块老师先把它算好，好，这是一个，这边是一个刻度，好，这边上去是这样子，好，好，再来上视图，上视图，诶，老师少画到一个，深度是5个。叉叉，我先把我们可以直接观察的面哈，先把它画起来，先不要去思考另外一个视角的哈，这样子。比较快。所以。再来，我们现在来判读这边，好，这边哈，就是这一个区域嘛，哈，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先做编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啊，这个边是在这里嘛，好，它反过来是左右颠倒哈，所以一在这里，二在这里，三在这里，四在这里。好，所以从上视图看的时候，它是4块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都是两个单，哎，对不起啊，不是两个单位哦。好，老师这设计的错误啊，它这是3格，哦，各是一个半，因为它这里，好，所以这是一、二、三、四嘛，啊，一二三四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它现在结构是像这样子，一是从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前视图看下来的时候，啊，好，这里有一个，啊，这边是往下，啊，那你也可以把它大概先画在这边也可以的，啊，它是像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它是左，这边有虚线，啊。过来，它这两次，对不对？它这里是这样子嘛，啊，再来三，一样是斜到底下一个单位这边，三是这样连的四，啊，好，再来这边看过去的时候，啊，好，这个面，啊。是在这边了哈，所以这边往下一个单位嘛，好，这个块在这里嘛，好，所以一在这边嘛，一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应下来一在这边，好，所以一是往下一个刻度，啊，这里这一面嘛，好，这一面，好，
再来，一在这里，二在这里，换三，三下来，三到这个平面嘛，从这里直接到这个平面，所以它这里这些线也在这里，所以基本上答案就是像这样子。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哈，我觉得这边少了一条线哈。好，答案是这样子，我们开始来画。因为老师是用方圆纸的画法，方圆纸的画法，请你参考47页的第一题或是第二题，所以我们就看着我们的简图，开始来画。这里是六格。这里是一半的位置上视图 OK， 再来正视图。虚线了，
好，这个就是完成图哈。